8000呢，而且魔导本来就比较高吧。嗯，一样都是塔罗状态有分的。他本身的魔导就已经有加，大概他的平常的那个防御都会比我高个那个，而且重点是他拿了八五杖哎，这位先生，而且他拿的是15哎、欸，九子杖。对啦，那个就差很多了，好不好？他是不是用两颗气王炸的呀？对啊，一定啊。打吗？我要这场我一定会炸一百的。可是，一百的，那他可能留一颗再做一百的。要做他没有来料啊。那他们低调又不打副本的，你忘了？那找守梦的人帮他打材料。哈哈，卖贵一点啊！不然之前在也在说什么、啊？那军一百房怎么来的？对，一百房来怎么来的？军军呢？打材料的啊。对啊，就是每天都是威胁小雨跟蜜糖帮他刷副本呢。军军一百房啊、哦！哎、欸，绝对是奇葩了哎、欸！少啰嗦啦吼！真是压力大，我怎么都还变不一百啊？我快疯了！我等一下一百，我还帮我弟弟那一只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比较好的秘烈吗？比较好的秘烈都在低调跟那个风吹。你要干嘛的？低调的。啊，我说有一些天赋，我这边低调天赋。你要不要给黑虎？啊，黑虎真的很好用，你好。对啊，他无敌啊、嗯、那你真的还平跟过来蓝在哪边？他在打噩梦。你在哪里？那我叫你，本来想叫你第一平跟过来的时候，我问你在哪边。我在城里啊。第一三十个平跟给我好不好？刚好身上有哎、欸，来不及了啦，小鸡，你要在他就是这个破坏王，他打一个，然后但是他周围的全部都会被打掉，所以你要在他把全部打完之前，就赶快先尽量多打一些，就是打这些机器，然后你看一打他旁边的都会不见，所以你就要赶快打打打打打打打，而且只能普攻打。我的好友没有蜜糖哎、欸，奇怪，我刚刚到底怎么蜜他的？你放走我。哎、欸，封锁你啊！ Yeah, 好的，封锁你怎么密你啊？你说，对啊，看有没有过关，那就结束了。看有没有过关，没有过关哎、欸，因为你要在他打之前就先打了。好复杂哦，我每次开关都过不去。你这样有没有练防御的？我有啊。你这样有练防御吗？还是都智慧魔？